Hello， 阿磊。阿磊，你是不是叫阿磊？阿磊。阿磊。对。吃不吃烧烤？今么？今天。今今年么？变。走，我请你吃烧烤去。我给你买很多很多的，吃不完。我老吃的毛汗呢。汗菜。那天那喝了。吃不吃？在。走。看烧烤没有啊？然后叫他妈妈去，我说请他妈妈吃烧烤，打着这个幌子。我说真的啊，你妈妈这个眼睛这样一戴，来这样斜着看我，这样斜着看我，嗯，就这样斜着看，别这别，来这样斜着看。脸胖了，是不是有点像王晶？来笑一个，像不像王晶？啊，那个是叫王晶吧？那个香港那个导演。是不是叫王晶那个？是不是很像 ？OK， 拜个拜。Right, it's the moon。 来了，到了。他在笑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在跟我笑。看到我来了，他开心了。等一下，我拿点钱。看我的钱。你问他有多少，我今天给他包了。没事，不管他有多少，全部给他包了。我妈妈都拿着吃啊。我也今天穿这么漂亮啊，他这一身。他是不是知道我要来看他呀？老伯吧。老张，老伯。老伯，你要全部吗？嗯。全部要了。这个还没好呢。也要了。没好，不好就拿回家吗？烤啊，在那烤啊，慢慢烤。这一种有八十几个，那一种也有八十几个。嗯，我觉得会有四百多。四百多。四百多，五百。不管他有多少串，全部给他买了。肯定是姐买了，跟他讲了。后面叫你那个你的来，嗯，老婆，等一下让他数吧。他出来的时候他输了，但是他也卖了一点点，嗯，卖给别人了。你问他为什么这两天没来摆摊呢？我问你叫不来买的不？你说我过来找了他两次了，没找到他。他说从上礼拜没有来，他舅舅死了，还要在那里帮忙。哦，他舅舅死了，难怪他这么多天没来。来给老板吧，妈妈也开始吃了。我也想吃，我饿。你想吃就吃吧。那你留个电话，下次我们来的话，我们就提前问一下他在不在，在我们才来，不在我们就不来嘛。哇，在吗？在。你看嘛，好多人问他分手了没有。我不敢，你不用问，他肯定没分手，肯定没有分，我不用问了。今天吃饱啊，好好吃，多吃一点，跟阿姨。说嘛，大哥。Oh my god！ 就给我坐这个凳子吗？全部烤了，看一下我们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走，剩下的就让他给那些学生吃。总共应该有几百串啊，全部给他买了，让他开心一下。这个烧烤妹还是挺漂亮的啊，越看越漂亮啊。就今天穿这一套衣服穿起来，看起来就更漂亮了。我是来帮大哥照顾他生意的。你们现在可以数吗？来，我帮他数。还要用计算器吗？你看这个串儿的话，这个肉还是真的挺扎实的哟。好多肉啊。嗯。很扎实的肉啊。18。还有你们吃了的嘞？这里。走啊，快点。刚才老公那嘞。刚刚来，刚刚来，是不是挺漂亮啊？越看越漂亮啊！这个烧烤妹，这里有100，185。老张，总共304串，对 ，OK， 304串多少钱呢？啊？304串多少钱？就三十万四千，好嘞，嗯，
304,000合人民币121.6元，121.6元给他包圆了。你看一下你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回去，然后剩下的叫他烤给那些小孩吃吧，然后你跟他说一下哪天有空的话我们一起请他吃个饭，你说是由你们一起去，不是我一个人请他。他说可以吗？OK。他说随时可以去，如果他有空的话，因为他忙。嗯。好的嘞，阿坤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剩下的就全部让他给这个小孩吃。这里是个学校，等一下就让这个烧烤妹发给那个小孩吃就可以了。这个烧烤妹真的长得挺漂亮的，身材也挺好的啊。这越看越好看，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没有多漂亮嘛，但是现在越看越好看了。大眼睛，你看他的眼神一直在躲避我，他不好意思看我。好吃，嗯，给奶，好吃以后就没事就来他这里买他烧烤吃吧。真的这个烧烤还是很扎实的，看到没有，一串三个这么大的，才1000老币一串，就4毛钱一串。这是你们点的咖啡吗？不会，这是谁的？妈妈点的吗？可宰，吃，让他吃，给他吃。老的少，吃过来给老，跟不变样。跟没变样，跟。你想不买了吗？你有心思吃。请你们吃，随便吃，叫他多拿一点吃。不变样了吧？叫我们随便一下。我们吃不完，多拿一点吃。我宰的，奶奶来，因为不少。让他多拿一点吃吧。沙贝迪。我宰的。我冰洋，那就不来了。烧烤妹说这个小孩喜欢吃屁股，吃鸡屁股吗？